我要饭，我要吃饭，你给我饭可以吗？什么饭？炒饭。炒饭？什么炒饭？炒饭那个你炒炒斋可以吗？不啊，没有放肉跟鸡蛋可以了。菜放菜，豆腐跟那个 mushroom 可以了。豆芽。那个 mushroom 有吗？啊 ，mushroom 那个叫什么？冬菇吗？冬菇。冬菇哈。没有冬菇就蘑菇吧。什么都可以，好吃好吃就可以了。但是不要放肉跟鸡蛋。我吃斋吗？我要滑的很久吗？